和平精英课栏上，妹子把你大腿抱，欢迎来到栏上吃鸡团。我是被迫吃鸡的鱼雷雨，今天是简简单单的四排，队友选择了 M 城，而我选择了军事基地。不为别的，我只想落地钢枪。周围有多少人我已经不想去关注了，反正少不了。根据我向老鸟的询问得知，据说我面前的楼也叫卫星楼，是相当的肥，在军事基地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一个驴打滚快速跑向卫星楼。 MK47 大牌机满地子弹，两个大宝。现在我需要的是来几个对手，再来几个人机。然而我晃晃悠悠，大摇大摆在军事基地搜了半天，除了一个会卧倒的人机，我是一个活的会跑的人都没看见。没办法，毒圈耍了，我也只能走了。然而车我同样一辆没找到，毒圈刷的还距离我相当的远。没办法，跑吧，遇到河了游吧，遇到船了开吧。可是轰炸区还刷在了河里，我这命就像蝌蚪找妈妈似的。然而我万万没想到，这样的霉运却带给了我的队友来自娱乐鱼的吃鸡日记。